线这样子是 OK 的吗？我觉得看起来为不什是么我很觉得他被你玩坏了？他是开始有点打击，他感觉戳到了什么东西，他抽到了自把他己，拆线了，怎么拆线了？那就要看说明书喽。哦，这样，你失败了，上面都是面具的，这看起来像钢笔，你可以用这个写字啊，拿针你头纸应来。该会爆掉。对，他是从后面穿到前面，我觉得这个线不行。他没有，他说要这样子穿，要从前到后。这样啊，有这没个有可完以整一换点？刀吗？不然这个不是一下就烂掉了？应该可以换刀片吗？那怎么拆？要把整台拆开来。那应该是不能换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真的要把整台拆开来。那你就用剪刀就好了。但我觉得我需要剪刀。这个线长得怎么这么……这是他附的线啊，当然是，就是一般的线呢、就是会烂掉的线，会起毛球的线。哇塞，那这个也是什么鬼？好问题，是从前面穿到后面，这是方向啊。随便，先把自己学习。刚是怎么转的？到底是哪边转哪边转？哇，这是剪线刀哎！哇，这超赞的！这是里面最棒的东西，只是它怎么超油？他可能觉得他不行。像我刚才是怎么把它整进去的？让我看看。哇！哇，超赞的！这剪刀怎么那么厉害？傻眼！太赞了吧！这拿来我拿来剪线，还不错哎。傻眼！拿这个来剪头发。我看不到你懂的。你看起来很可能。这手有点难动。什么鬼呀、啊？这手就需要开个门。就按到那个开始缝人，你这手什么鬼啊？要把针缝回去啊！我看起来根本没有这手啊！他缝不到那个洞上面去。换个弯。小到爆炸！可以帮我？能动，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行？可是我手残。这个要先钻呢、啊，哇！你进去，超难做。你把整个都拆下来。你把整个拆下来了，那就可以。然后下面那个洞就穿不过去。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行？啊，是的，可以啊，成功了，成功了。好，那你把针拿来。看起来你有手，针，把针丢到哪里？这里啊。哦，等一下。不是，啊？怎么样？这样子、啊，粗的那一头是往上粗。这是什么结构啊？然后呢？这样子，然后呢？看说明书啊！这样就可以开始缝了吗？看说明书，我不知道。这种事我也看不太懂说明书啊。太酷了，哈哈。他的图很抽象哎、欸。
说明书不是都长得很抽象？不是，可是他重点是他的步骤超级超级多啊，我根本超乱，看不懂穿线方法。他没有教你编东西。就是在这里啊，就是在这几页啊，其他都是就是开关啊，什么一些机器的东西啊，这个吗？拆线方法。对啊，都在这里啊，但是我完全看不懂的地线。放置。哦，他有教你收线。倒车收线啊。教你怎么把线固定。你说就像打结那样啊？对啦，没得看。绕线，那绕线又是什么鬼？绕线，绕上面那个吧，就是把上面那个拿下来的。我看起来像在看经文一样，我什么都看不懂。搞不好看经文还看得懂。什么？哼！管他，我就把一块布丢上去，然后看他会发生什么事。他可能就会可以开始穿了。他说要留15公分呢、啊，线从前往后穿机。信尾约保留15公分长，15公分长有点长欸，15公分加油十，我没插电。啊，那这个是要在上面吗？这个，哦，其实没有插嘛，对不对？是这个。你转到底了。他就打一个结吗？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看不懂。嗯？下面那条线是怎样？你继续转啊！那怎么跑到下面去？我能出来吗？走了。你是不是转错方向啊？还有方向。你看出了什么？看起来有在动啊。下面那条线是哪一条？没看懂。继续转回去，什么事都不会发生。我不知道，那你就把线，那你就把机器。哎呀，你刚刚那一片怎么也不见了？那个，那个，那你就把它转上去一点。应该是有卡住。这怎么松开啊？后面压一下。那它会自己卡住哦。下回。然后这个放下来。下来。但你布没有放进去啊。啊，这样子就可以开始用吗？这个。需要另外一块布吗？可以找个布置。没有，我只是随便乱来。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。但它长得好乱。我先对对对。你可以玩那个踏板的。你先。没有，没有插电。可以玩那根踏板，是不是？我先把这搞懂了，到底是怎么用这一玩踏板。踏板比较不会失控吧？它比较，就你要停，它就会停。比较不小心会踩到。它没有很好踩。对，这样就可以开始了。是啊。只是开始是怎样？无法理解，然后呢？我就是刚刚长那样。哇！他不是叫你收线？哦，我忘了收线。啊，这个裤子是这样子的，那个是 Daddy 的，但妈妈一直把它丢过来。啊？
那这样子，那头的部分也是头的部分先收线吗？的意思吗？头要收线吗？啊，那不然头的地方要怎么？假装没看到。啊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没有看说明书，后面写什么。你不是？我怎么知道？我没玩过。没有人玩过啊。对啊。妈妈有玩过吧？我妈妈有玩过。你的妈妈有玩过。阿嬷有玩过吧？我把我的布抓来。我猜阿嬷有玩过。收线，那我要来玩收线。哦，是。他弟弟。来找出一块布。收线怎么用啊？我们来看看，收线，倒车收线，缝完。找一块大的。看来要抽筋。这样你把我换人，你干嘛？我卡筋了。我傻眼，太欠。你干了什么？我倒车收线，然后他就卡筋了。你是要把针往回？哦，所以这个就是想让你。刚针没有起来，你被拉在了拉不动。哦。笑死，针直接断掉。针在里面，我直接把针拉掉了。他刚刚整个针是弯的，我差点就死掉了。可能要出事，没关系，你还有很多针。然后我就死了。这样是有收吗？这样看起来没有收，他只倒车而已啊。我不知道。你拉看看呢。这样。他不是。是这样子的，看起来很稳啊。所以我这样就可以把这个线头这样剪掉了。我们试试看，把线头剪掉，剪掉应该就没事。这样就没事，这样都没事。哎、欸，真的耶，这什么魔术啊？什么魔术啦？你没有研究过你的衣服长怎么样吗？不是啊，不用打结。还有什么？你又不是手工，他都帮你，他就把它缝过去了。啊、可是你如果这样子用久了，它是不是也是还是会这样慢慢滴滴滴滴滴，然后就又解体？可能会啊。他怎么这么 Q 弹呢、啊？这个穿线太 Q 了吧？弹琵琶用的。琵琶丢出去了，然后琵琶上面出事，眨眼。这样弹起来就像电吉他一样。哦，超好玩耶，是可以剪一半，怎么那么好玩？那块太小了，太难用了吧？没关系，我还是我现在在练习乱搞。你就缝线呢、啊，缝直的。Oh my god！ 太帅了！哇，开始乱缝。哦，所以他这个是让你。把线抽起来的意思吗？是把针举起来吧。就是有时候停下来，它的针在下面。应该是。可能我熟能生巧，我要变缝纫大师了。就是不看说明书。我看前几后腿，前几后腿。然后那你就一坨这样。笑。几乎对。哇！他停下来。按到加速了。加速。这个二点。好快！好快！哪个比较快？后面的。二啊，二比较快啊。太嗨！这样一小坨线是不是只能用一点点？很多，太好玩了吧？有没有看到这一坨线？没有。
那你可以怎么插到这个上面？还是你要慢慢这样卷？他怎么教你怎么卷呢？我记得他会自己卷，他会自己卷上去啊？没有吧？这么酷！记得还可以耶、啊！哎、欸，这超酷哎、欸！你好快乐哦！那为什么这有一个圈圈？什么圈圈？哇！那应该是你刚刚自己缝的。哎、欸，这超帅！那我这样就可以用超坚固，然后超缝超多条这样。你有什么问题啦？太赞了吧！哇，太帅了！哎、欸，这超帅！这样可以把两件内裤缝在一起。为什么啦？你屁股会冷哦。双层内裤。哇塞！